雪公主回来了没有？雪公主回来了没有？是你把她送回来的吧？雪公主受伤了吗？ 你们公主是受伤了吗？她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小城，说话。霍公子，子夜的已经不在了。 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。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掌着灯。千愁漫茫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声，又席卷石昏。 你醒了。
是金针封喉，自尽而亡。怎么会如此？你可知失魂散，毒药之手，无药可解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子夜为了救他的弟弟，把他身上的毒引到了自己身上。失魂散残忍至极，他不光会一点一点侵蚀人的身体，让人变得面目全非，他还会失人神智。子夜定是想在失智之前，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。你知道的，他没几个朋友，他不想忘了我们。明明约好了要一起共饮的，他最后昏迷的时候都还念着要回药师谷，是因为想最后再见你一面吧。只是他体内的毒素发作，再加上寒气，他定是忍到了极点，他才会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无数次地问我自己，如果我再早一点点遇到他，我遇到他的时候若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会不会像当年那样再救他一次。我心里无比感激上苍没有让我来做如此残忍的决定，因为我做不到。但是子夜他做到了，选择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别人。作为师父，我比他怯懦；作为医者，他比我无私许多。他走的时候安详，安详，走得很体面，是他想要的样子。我只差一日啊，我只差一日啊。为何不能等着我？
余生要闯过多少人间的浩瀚，我们如孤帆，飘摇着寻找岸。